说服我吧，另一个答案，冷酷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常态。花开后总是等待着凋零，所以最高贵的蔷薇总是满身带刺。啊啊，如果你要我，就别成为我的过去拙劣的复制品。让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，能看透山茶花瓣里面没有被理解的甜蜜和坏。像是前行公式，总回到故事的开始。如果你要我，就别成为我的过去拙劣。